手可粘呀、啊，洗好手啊。你洗呗，那下边盆里边。啊OK， 吃吧，直接吃，直接到嘴巴里边吃，这是今天的小任务。蘸蘸一蘸，那下面料。好吃吗？好。恐怖哎！来蹦了！哎呀，吃你的吧！你真怂，你是个男人吗？下午我给刚刚教你，要有个男人的样子，干掉他，直接干掉他。直接干掉他！你是个娘们吗？证明给我看，直接吃。真大一口不能吃。没事，你直接放嘴巴咬就行了。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快点，要别掉地上了。你咋这么磨叽呢？这个能吃吗 ？OK。嚼嚼嚼，真鸡巴残忍呢你。喝了喝了喝了，那不辣了。爽吗？怎么样？不是走了？我看你嘴巴里面。我看，我看，张嘴。你别动，我看一眼。我看一眼，你别动啊！怎么黑的？不是，怎么是黑的，兄弟们？我看，看还有吗？我看你舌头，你伸出来，伸出来舌头。虫子拿着。弄湿漱漱嘴巴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一会儿咱到饭店吃饭了，该吃饭了。OK OK OK， Thank you。你真的浪费，他是喷的沫，肯定是黑的，不过那个对身体没害。对啊，这都是奖励，全是补的东西，孩子，全是补的呀。这种东西别乱吐。你去边走边打，别影响工作。欢迎角落哥。离他远一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，这可以。那你蝎子才两百，才150啊？蝎子多少钱？150，不小。泰铢吗？对。等等，
西路200的，省沃可以，每个都不一样。哦，200，200，西路200，有200，有250啊，更大的，你看这个就更大一些，它贵。这个鞋子200太弱，兄弟。估计到500。哦。它这个蛹比较大。上个。这竹虫。这竹那个是竹虫吗？竹虫。去了给你发消息。哦，它再炸一下再卖给我们是吧？有苍蝇。哦。是什么？挂了啊！怎么了？你发小说，我想给你干，想跟我干来呗。啊？你看你天真的。他想跟我干，让他来呗。不是你发小想跟我干，你给他电话挂了干嘛？你这人，你真快到公鸡了。机子是真小。看这个餐厅饭贵不贵？我操！这应该是从那个岛上回来的游客。不是你发小，你不想让他来吗？啊？我不想让他走我这条路。什么？你不想让他走你这条路？啊？不是你这条路，你说这话是这条路太好了还是太不好了？太好了。太好了，你为啥不让人家来啊？他要1.5万的呀。他要10,000，我可以谈呢。他开价我也可以还价呀，对不对？他有那个能力，我可以给他15,000。对吧？这一吃喉咙发痒痒。吃啥喉咙发痒？那个墨鱼啊，很不感觉很爽吗？吃的满嘴发红，你老黑。这地方就是吃个环境。咱俩这档次进去的话有点尬，所以咱俩就路边摊吃点就完事儿了。这个酒店看起来好好。找地儿吃饭了。被一发小有机会吧，认识一下，见面聊吧。不用去了呗，那边是岛，咱们再找地儿吃饭。想吃啥？啥？那是啥？那是超市，那是。哪里有？去那里面干嘛？不吃饭。那酒店。那是吃饭，那是酒店。你认识字吗？坐呀，那都是显示的饭吗？家居的哥，这不像是饭吗？那找个室外的呗。没有室外，就这摊上吃点吧。坐了五六。走走，找个饭店。
杀鸡，炸鸡，炸鸡，哎，那是吃的，饺子上。中国超市，那是中国超市。走，我们去，不行的话吃那个面吧，吃那个炒面吧，行吗？中国超市都是卖中国东西的。嗯，走前面。吃个兰州拉面吧，吃顿海鲜，海鲜有点承受不起啊，哥哥。一顿海鲜，我俩。Hello, taxi。这一顿海鲜得多少钱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俩给就是吃个海鲜行吧，对起来，怎么样？好的。啊？就是要不这样吧，你对一天工资多了我出，吃顿好的咱俩。尝一尝，海鲜吗？哦 ，OK。泰国的，北京烤鸭。哦 ，OK。走，看不懂的，没图片，全是文字，没有图片。咱俩不就住住？咱俩在这儿住。在这儿住不简单吗？要不在这儿吧，1000米的乌龟爬，今天晚上住这儿，行吗？1000米，那你给我累爬坏了。啊？千米得爬到哪了？你任务接的越多，咱不住的越好吗？我1000米得爬到那应该都爬到头了吧？1公里。咦，那我怕死了。一说就是一他怕死了。搭上个妹子 ，OK。搭上妹子简单。现在这猴就对着我白哭。里边是苦的吗？嗯。一会儿找水涮涮就好了。啊！等一下，哦，那，我看错了，我操！我是他妈，原来树叶，我操，我没在。等一下 ，Hello， 有没有那个 and is 兔兔，啊，兔兔有吗 ？And 兔兔有吗？兔兔，兔兔有吗？都给你背了。兔兔，来吧，一路亮。乌龟。Oh, no. OK. 你还知道我没有乌龟衣服？嗯，我看它都是动物。Rain bit。Turtle，是 turtle 吗？
有那个衣服也好看了。吃那个炒面嘛，那个炒面吃着还是舒服。得得得！King and Wamba, King and K8 Wamba, King. 你带着什么路啊？我操！Kidnet， 把前面没得修吧？把前面。你知道那个拉面馆吗？能找到吗？阿兰怎么了？现在很严的，平台禁言。嘟嘟嘟嘟嘟。姑姑回曼谷了。这几天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平台禁言挺厉害。对，那所以要注意点。他开始上班了，兄弟们，发现这些女孩开始上班了，感觉陆续都来了。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炸猪排吗？这是 200g。你只要给他150。这个好像很硬啊，咱之前不是吃过吗？这很硬的，这炸猪排，之前吃过很硬，嚼不动。
姑姑的微信加爆了，然后你们可以去鱼吧找他的斗鱼号，加他的斗鱼号，姑姑是帅哥，可以加他的斗鱼号。发出一会儿711，你看你买瓶水喝。看有湿巾没有？买个湿巾。啊，天天在外边，风太大，搞得脸上很脏，要多擦一擦，这样的话脸上不会长痘。这你吓晃啥呀？你怂的。啊，起我哥哥！啊，起我哥哥！啊，咕哩咕爪，我这怼死你个傻逼！这么巧、啊，人太多了，往前面。韩国人说话挺逗的，我操！好鸡巴，你给我的药，我的靠！现在不能通车了，现在是7点，应该是7点不能通车。7点不能通车，那等于说7点、8点、8、9点开始上班，夜场开启。欢迎听闻远方有你。欢迎这个大哥。走对面，去对面。说了咋不听呢？同事好像电影里边的职业杀手是吧？杀手组前面杀手，曼谷杀手，老别一。曼谷杀手老别一。Hello， 玛莎，玛莎给。就是这种按脚那个可以直播吗，兄弟们？这种按脚可以直播吗？像玛莎机，正规的玛莎机，我躺在那里按个脚，然后跟妹妹聊会儿天。路边这种店，但不能拍我的脚是吧？只能拍我的脸，是这意思吗？啥时候我能下个早班？我能跟着逛逛，该多好！什么？你没听见？啥时候能下个早班？你在这逛逛。我能跟着逛。其实不用下早班，你就是今天嘴哥工资我不要了。
你就自己出来玩就完事儿了，知道吧？就直播间你也不用上镜，我播我的，你玩你的，不就 OK 了吗？是不是？何必让自己这么累呢？休息休息挺好的。行吗？啊，要不你休息一天？我又想挣钱，我又想过。哎，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儿。你休息一天，我也播点不一样的，可以吧？买呗，这是17.1吧？去吧去吧。买啥？你喝啥拿啥呀？他想好好逛一逛，知道吧？放进去吧。拿呗，你拿你的就行了，你管我那么多干啥？我不喝。这个。我不喝。给，食材足够了，少了你自己补。不行，让他休息一天，兄弟们。他休息完以后，他休息的时候，我约个妹子，我跟妹子去播一下 CP， 可以吧？让他好好玩一玩，快快快！欢迎乐总。他一个人，他就是逛逛，然后他估计会找女孩带回去。椰子树下已经上班了，兄弟们。椰子树下的爱情。我意思啥时候能下完早班？下早班是不可能的。你以为这里在郑州啊？本来今天我想多睡一会儿呢，我起床以后我查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数据，差的太多了，我立马我就开播了，懂吗？我本来想今天休息一下，晚点开。我查了一下那个数据，他妈的！弹幕跟人气都是最高的，礼物是最拉的，给我气的，我立马就开播了。没看今天12点没到我就开了，我说这不行。出来门了还这么拉，天天五星这小五星啊，各位爸爸。必须要努力。哎，这拉面馆怎么还没到？还在前面吗？拉面馆还没到吗？找拉面馆，快快快快！我要补充体能。2个星期小五星变中五星，2个星期中五星变大五星。是这么生的，知道吧？
所以下星期还要过一个星期的五行才能变。走啊，你会走快点不会？我操，是男的，是个妖他妈。你们自己看吧，不信。乐意，没事没事，走走走，走走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他专门拿袋子挡着，他还不让你们看。防我，拉面馆到了没？愁死了。你叫妈，你说说这半年回来没？不是中国，这不是到了没啊？咱走错了没？我操，这个拉面馆这么远吗？走走走。你要给我带错的话，我踹你一脚啊！我要没你带，我踹你脚。那不行。中不中？不中。今天不安排妹子，我现在分不安排妹子，我这个分你让谁也不敢安排妹子。
欢迎英哥。到了没有啊？最恶心的是这个方向还不能坐车。一点都不尊重人，太拙呢。怎么给大哥说话呢？坐里面。哎呀，累死了。会中文吗？啊？你吃什么？你吃什么？你别管我，你点你的。有带汤的，有拌的，你不是没吃过？第三天吧，你咋那么贱啊？第三了，第三了。牛肉炒面，牛肉炒面，牛肉炒面加鸡蛋进去炒 ，OK。牛肉炒面加鸡蛋进去炒。别搞啊！你再这样搞，你自己吃，我不会请你的。牛肉炒面正常。一，牛肉炒面吐。一个加鸡蛋进去炒 ，OK。一个加是吗？啊，加在里面炒 ，OK。一个不加。多放点面条。多放点面条 ，OK。加面要钱吗？不要钱啊，两个都多加点面啊 ，OK。拿个。把这个弄个碟子。不，不要碟子，直接到这吃就行了。你还弄啥碟子 ？OK。OK。水不要。No。不用，我知道。可难吃呀。不难吃，它就是脆的。吃呗。放你那儿，这刚刚给你弄的。做几两十条？做几两条了吧？做了两个小任务了，还有八个。这样能看见，这样能看见，镜头能看见。你行不行就要看这个，吃完以后很顶。真的好饿。啥时候能下完早班？我去放松。你就坐这儿给我说话，你老别躲，别离开镜头啊！我说啥时候能下完早班放松？不是你就休息一天不行了吗？我想下完早班，我想挣钱。
你又想挣钱又想玩，那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谢谢。你下个早班，你想玩什么？怎么玩？我说一下。去步行街逛逛。去步行街逛逛，那就是去那里边逛逛呗。啊，看。那你不是都看过了吗？这几天，在曼谷不也看了吗？想往里头瞅。那跟曼谷一样啊。看看什么好。你不花钱，你去那儿晃就没有任何意义，知道吧？你说你花点钱嘛，你去体验体验，玩一玩。那我会不花钱。对，他想，他只是想过个眼瘾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过完眼瘾，你更难受。你想想，你过完眼瘾以后，你的身体会，你的身体会告诉你，想要你怎么办？你还不如不干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想都不想，我不去想它就好了，是吧？走路真累，屁股。我小心啥？我无所谓啊，我这个钱我没必要花，我也不会去做的。我洗澡的时候自己弄一下就行了。他叫出来就行了，接活吧，接。大哥，请安排。对，我想解决，我二弟也会帮我，免费的，是吧？感谢秀哥的小画家，感谢秀哥，感谢秀哥。对啊，只要我同意，他很愿意的。只是我没有同意他而已。我手机，你把那虫吃了呗。都快到那了，我看。他在看表演，走的全是那种线到什么的，你是到了有没有车玩？夏天真的很好玩，夏天龟都飞。哎，干嘛呢？哎，对，夏天龟都是两块书，怕所有的警察会在那个时候变得。你说的早班是几点？我听听。
10点11点。十点十一点下班。哦，晚上请客，对。有一天跑到两三天太累了。啊？天跑到两三天太累了。说这个是贵州常见情况。老板有没有喊累？你员工有什么资格喊累？跟外边饭店也多了9点钟。10点11点，黄金档时间。你下班，你要不就是请一天假，对吧？工资不要了，我嘴哥我出去玩一天，可以，随便玩。怎么这么慢啊？感谢秀哥。今天下播早一点，但是我提个要求，可以吧？把你发小微信推给我。行吗？你记得要他发条微信吗？有用。算了。啊？多交个朋友，这又没啥。我不是你那发娃唱的。你想想，你打人才了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不中。为啥不中？没有我。跟着我吃香喝辣的，到处跑着玩儿。家人那也保住嘴呢。那看他愿意不愿意。他不愿意。我电话，所以我要他微信跟他沟通一下嘛。这个是他的。你能给我拿个碗吗？就用这吃吧。不好叫，给我拿个碗，从那个大碗。大碗。嗯。我操！对。这份工作好还是坏，他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，兄弟们？你们以为他傻？把那个青菜倒出来。你蛮会吃的嘛，虫子拌面。要不要？
其他饭真吃不了，是不是？又吃不好，还吃不饱，还不如直接吃这个。跟老弟到底去哪吃吧？大哥，你又不是买不起，我都炒到里面了，你还叨啥呀？以后冲自己口面。妈的，饿死我！说话的劲儿没？下次饿了就立马吃饭，啊！不能再熬，熬的我他妈一点劲儿没有。对，低血糖，我一饿一点劲儿没有，说话都没劲儿。就像刚刚走过来，我在那吃气，哎，好累，好累。不是，你让你发小来了，又不是说让你走，就你俩一块儿干，这样配合不好一点吗？啊？你怎么不想着来？那他跑船的合同还没到期呢。他跑车的合同还没到期。他签多久？反正几个月吧。他几个月？几个月一签？不是，他租赁的车是还没到期的。
那昨天的车呀？现在有活动呗？嗯。那昨天一天车钱掏100多块钱了，有30-40天了。租车的费用？啊。那他一个月在苏州跑滴滴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是吗？苏州那个城市很小的。28000。那他工资也没你高，他工资也没你高。咱说不会。对吧？这球球，嗯，再敢吃，他都炸过的。这是啥？虾，小虾。对，去掉车钱，工资没有你高，对吧？你算过账没有，别介？你算过你一天的收入是多少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把这些住宿还有咱吃的东西都加上。你知道一天我在你身上花多少钱吗？最少300-500。那么多吗？一天两顿饭，小100了吧？嗯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住宿，住宿你平摊50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嗯。这是不是100多了？是。平常这买水、做节目，给你买这买那。在你身上花的钱还有投资。你想想是不是？你的工资一个月在我这干早都过万了，知道吧？但是我要给你发10000，这些东西我都不管，吃饭呢、住宿啊啥的，就不包吃包住，懂吧？我靠，舒服，吃了饭是真舒服。对呀、啊，你就跟你发小，他说要15000，来这管吃管住，
那我问你，一万五能给得起吗？对不起。一万五我给不起吗？能给得起。那他值一万五吗？啊？不带了，一万五。啊？他说他要一万五。什么？他说要一万五。就是他值一万五吗？这不是。他要来一大司机大助理。唉，没有老板会做陪别人的买卖，知道吧？就像我带你出来，我给你发工资，机票，一张机票2500，你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帮我赚回来，我怎么会带你来？对不对？欢迎乐总。欢迎乐总。Hello。How much? No. 对，一万五可以。他自己如果没有那个价值的话。你光拿嘴说那有啥用？那谁会用你？然后马上看，就看影视。当然，我们希望这位艺术家他能够度过这个月。这头皮演的好假，你知道吗？现场画出来，就两个人把他抬死。那肉用的紧做不烂。他这牛肉不是纯牛肉，纯牛肉他不赔死了。肉嚼不烂，因为你这种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他说，他这个是艺术家，没有画他，去一下，你知道当时画他点这个画是多少吗？你看，不知道这个，知道了，对，但是他是什么？找各种各类的画，在写啊，他画他的画。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事情，就是达人会和他做一样的，让他的老板画到这儿。来，嗨。但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正常的能力，就是去到他的有这个草的。OK。太正常，这个人都。高个草。这抖音也知道，他不像正常人。因为是抖音，就是说我这种的，就高个。还没吃完。不要拉着，给他看，我穿的对。
410，420，420是80块钱，咱俩吃这两碗面80，人民币。给国内的，国内50块钱都不到，两碗面80，确实有点贵。50块钱最多了，还能点个凉菜。没有，我找不到别的吃饭的地方，别的地方要不就是炒饭，要不就是点菜，还没这个好吃，没办法，要不就711。主要我太饿了，我不想那个找了。那个人说这个店的租金一年几百万，就在海边，这儿的租金一年几百万，还挺大的。后面上卫生间吧。对，这里客源太多了，这确实挣钱，我操，零钱了。上厕所零钱，够了吧？行，我三分钟。大家好好说说，别跟他们怕。Hello， 兄弟们，老板们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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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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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啥呢？啥干？那扣啥呢？老早在泰国买个门面房也赚钱了，他不是不允许外国人投资吗？啊？怎么说？上去吧。你在那抠什么鸡巴玩意儿？抠抠抠！怎么说，兄弟们，晚上怎么玩？
椰子树下的爱情太危险。要不就还去那种街道里边，人家小酒吧，跟那妹子互动一下，你们说呢？那种怎么样？就跟那天，不是就跟那天互动那样？步行街，那天扣三分那天一样。步行街，不是步行街，那果道里面像。跟你说话你。中啊中啊！你问兄弟们什么意思？问老板们。嗯，今天说啥不能再扣分了。要不这样，下播一个小时，咱俩去谈。他都是中国人吗？中国人吗？啊 ？Chinese？ 喂喂喂喂！他咋不回啊？啊，你说啥？啊？啥钱？我说问他两面，他不回话呀！我。有啥下播一个小时？我说下播一个小时，咱俩去，去谈。谈啥？去椰子树下去谈。啊。谈过来，陪我们一起直播。中啊！一人谈一个。500泰铢。试试呗，最多给500泰铢。也可以，可以挣一挣。因为拿着手机，他很那个。啊。你问兄弟们什么意思？兄弟们怎么说？看着了，给咱们做节目。我拿直播过去是肯定不行的，知道吧？不要拿我跟别人比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播间现在你们是不知道，很，就超管说了，就是现在就是让我就是避其锋芒，懂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让我避其锋芒。他说你就正常播就行了，你不要老是搞那些擦边的什么的，知道吧？他就不让我搞擦边的，知道吧？因为那天第一天搞擦边的，封了一天。你很火吗？我不火，但是人就是多，没办法，没毛病。OK， 现在国内时间是8:30。OK，OK，OK。咱俩从这儿开始，左边、右边，去找好看的谈。你手机翻译会吧？会。谈成了，谈成了让留个电话，留电话也不行。谈成了跟他说让他在这等，我们过一会儿过来找他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不是，你妈的，我怕那呀。啊。我怕过一会儿有客人带走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人多呢，啊不可能。可以是，可以。行吧，兄弟们，养养分。找到了，咱开播。嘟嘟嘟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对对，
我现在就是关于这女孩的，我是必须要小心。你坐那边。我也不想跟你们弹幕吵。你坐那跟大哥老板们商量。我也不想那个。然后那个衣服一定要观察好，那衣服他妈太低的话就没了。我跟你说，大哥，啊，你记住，只要是干这的，他会都会穿的比较细，露着他那两个小苹果，他全部靠着那苹果勾引人了。那我知道。你在下播在上播影响不大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有好看的就不影响，知道吧？一会儿见啊，兄弟们，一会儿见，再扣就公益了，我冒那个风险没必要。你们先去张姐直播间玩一会儿啊，好吧？你们去张姐直播间玩一会儿。我没瘦啊。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。啊，一个小时。拜拜拜拜，一个小时啊。对对对，就不管找不找妹妹，我得回一分。肥肥哥说的很对，如果再扣一分，我就我直播，我就更害怕了。找到立马直播。嗯，拜拜拜。